妈妈今天真的不来哦。她今天不可能出现啦。怎么把她赶走的？她自己心甘情愿闪人啦、啊。应该是落荒而逃。你是谁？醒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你忘记了？我昨天还躺在你旁边呢。你睡在我旁边？你睡在我旁边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这应该说是哦，我还本哦，我胖的呢。你不要背叛他，你不够老，不够有钱，你不是我的菜。哎，是别人酒哟。这道具啦。道具。哎，阿丽阿丽，敢袂精神啊？小啊，这样别外套房哦，你看你母阿去住啦。哎，一个。我想到一个计划。怎么那么蠢？去哪里？买东西啊。哎妈，我今天晚上跟你睡哦。当然啦，不然嘞，那个穿拖鞋的要跟我睡。我去一下厕所啊。好。感冒药啦，药局说哦，加一点点，他就会嗜睡。结果不小心哦，把整包都加进去了。哎，你在看大声的呀？我这个已经断了，别烦恼了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啊，不应该发生的，它也发生了。你眼睛不行，不要看。我跟你讲，我上的名字，我上的电话，我上的住址，你要是敢说出去的话，我就把你给杀了，然后会走。